各位民警火拍的网友，大家好！现在是纽约时间2017年11月17号晚上8点钟，北京时间11月18号早上9点钟。我是邱家军。我们这一期呢，是个法治与社会啊，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杨天水脑瘤死是否被谋杀？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个嘉宾是盛雪女士。盛雪女士呢，她是这个网络达人啊，这个想必呢，很多网友都对这个盛雪女士有所了解啊。我们主要请盛雪女士谈一谈这个杨天水先生的这个死亡啊。好，下面我们请导播把这个盛雪女士请进来。盛雪女士，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盛雪女士，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这个访谈，先跟我们民警火拍的网友打个招呼。民警火拍的观众朋友们好。我这边好像听不到盛雪女士的那个声音。现在好了吗？喂，喂。我听不到。喂，喂。喂喂喂，喂，喂。稍等一下，我们正在这个调整啊。好，各位网友，刚才由于这个我耳机的这个连接问题啊，我没有听到这个盛雪女士的这个声音哈。我们请那个盛雪女士呢，跟我们那个民警火拍的网友打个招呼。好，民警火拍的观众朋友们好。盛雪女士，这个11月7号啊，2017年11月7号，这个杨天水先生啊，他呢这个不幸去世。结果呢，在这个中国内地被消音啊。这一天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不光杨天水先生的这个去世被消音，就连这个中共所谓一向比较推崇的那个十月革命100周年也被消音。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这个著名的这个维权人士他们呢也被消音。我们了解到呢，您跟那个杨天水先生呢交往比较多，我们呢先想请您给我们的网友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杨天水先生的生平。杨天水去世呢，我特别特别难过，我甚至连写悼念他的文章我都写不动，我真的是觉得这种悲愤呢，可能有的朋友觉得不是很容易理解啊。有的时候我们当听到一个知名的人士去世的时候呢，会有一种震撼，是有一种伤痛。但是呢，当一个跟你打交道、跟你熟悉的朋友去世的时候，这种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当天水他病重的消息传来呢，我是跟他家里人有过联系。那么我知道他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当那个狱方决定让他家里边把他接走的时候呢，我就想，他真的可能是这个生命快走到尽头了。那么刚才您说的这个题目啊，我呢是特别的震撼，特别认同，就是杨天水他是被害死的，他不是一个自然的这个生病啊，或者是出什么事，那么他确实是被害死的。那么中共为什么要用这样残酷的方式去害他，其实呢就要从他的人生经历来讲。那么你简要的 OK， 简要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这个人生经历。是，
天水他跟我是同年龄的人，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应该说有很多共同之处啊，就是我们所成长的这个过程、这个经历、这个年代所经历的大事件都差不多。那么最主要的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有才华、有担当、有义气的人。他第一次入狱是在1990年。那么90年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是八九民运被镇压下去，被中共以机枪、坦克所这个酿成的六四屠杀事件之后，那么他呢，当时在他当时呢是组建一个他是在这个屠杀之后再组建一个反对派的组织，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应该说很少人是敢于这么做的。他当时呢是1990年的春天呢，他是要成立中华民主联盟。那么他在同年的6月份被捕，然后呢被判处10年徒刑，是在中所以国他内地。是在中国内地。他呢本身是江苏人，他是在江苏。那么这一下子呢，就是10年的牢狱。我是得知了他在监狱里边的那个情况之后呢，就是对他呢有一点那个资助，所以他后来他出狱之后就跟我联系。那么我们呢就有过这么短暂的几年的这个交往。那当然主要还是电邮和电话、Skype 这样的方式。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是深切的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的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的这么一个人，朋友们呢，如果说对他这个人生啊有兴趣呢，上网去搜索他的文章，他写了很多文章，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不论是在90年代初，他那个时候在发起这样的一个组织的时候，还是呢到后来他短暂的在2000年。是被释放出狱，因为后来是在2004年的圣诞夜，他再一次被抓捕。那么，所以他呢，只是有这么3、4年的这样的那个自由的时光，在这么短短的几年当中呢，他写的所有的文章，我们可以从中呢看出几个强烈的信息：一，他对于自由、民主、宪政、法治这几个就是这个人类的普世价值的这种理解的深刻和高度。那么再有一个呢，他对于中国的这个制度，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渴求，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他可以看得出来啊，对于中共专制制度呢，不抱有什么幻想。比如说在胡温上台的时候啊，在那个江泽民下台的时候呢，他也特别有文章就写到呢，虽然是江泽民这样的一个独裁者下台了。那么胡温上来了，而当时呢，有很多人呼唤胡温新政，他就特别提出来，那一定要警惕，因为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制度结构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么再后来呢，这个导致他入狱，他自己认为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啊，他特别讲到这个十一国庆节，他说呢，十一国庆节是一个这个该诅咒的日子。那么呢，在2004年的那个圣诞夜那天啊，我当时呢，我记得特别清楚，为什么呢？那一天呢，我家里来了好几个客人啊，还有包括那个刚刚到加拿大来的一家从中国大陆逃出来的一家人，当时在我家过那个圣诞夜，一直到3点多钟，大家休息了呢，我就上网呢，想看看电邮，因为是圣诞节嘛，所以就想呢，看看跟朋友们互相能够问候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看到了杨天水再次被捕的消息。我当天夜里边呢，我还写过这个一篇文章啊。当时呢，我呢特别讲到，我说到夜里3点多钟的时候，我说呢，大家才意犹未尽的散去，但是呢，就发现了这个杨天水被捕的消息说。杨天水再次失去自由，10万火急。哎呀，当时我看了这个消息，特别着急。我还写了一个叫做“共产党不过圣诞节”这句话。第二天早晨起来呢，我的嗓子就失去声音了，就说不出话了。后来一个礼拜说不出话来。我可能是当时那个就是听到这个消息呢，那种特别急、特别焦虑的这个心情导致的。那么。这之后呢，我是通过朋友呢帮他找了一点捐助，希望能够给他筹集一点律师费，因为他这么一被抓呢，马上就涉及到一个走这个法律程序的问题嘛。那么可是呢，他是
被关押、被拘押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短暂的被放出来了。当时呢，就我们呢继续有交往。所以说我后来今天啊，就是我那个跟您说好了之后要上这个节目呢，我就去检索了一下我的这个电邮啊，当中呢还包括就是跟杨天水先生的一些那个电邮的通信。那特别是他在给我写的最后一个电邮的时候呢，是在为郑宜春呼吁。当时呢是郑宜春是病重，他呢写了一个电邮给我，他说希望你在海外啊帮那个郑宜春呢做些呼吁，他呢现在就是病得很重，而且呢他的家庭呢非常的就是家庭负担非常重，家里边呢也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啊等等等等的。后来我就想到呢，在他那个第一次被抓的时候呢，我不是给他找了500块钱欧元吗？后来在他的判决书当中啊，这还是成为了一个罪证其中的一条。说这是资助他呢，就是搞这个颠覆活动。那事实上呢，这500块钱他接到之后，他还把这个钱呢就分送给了其他的人。所以杨天水呢，他是一个特别慈悲的人，就是跟他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时时感受到他对别人的那种关怀啊，那种大善。那种慈爱，那么呢，而且呢，他对这个中国社会的问题，他有非常深切的认识。虽然说呢，从90年到2000年，他一直在监狱里边，但是他出狱以后呢，一个是他没有放弃对自己这个人生价值、对理想的这个追求，而且呢，他也没有停止过行动，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如果是遭受了这样的苦难的话啊，在这个狱中呢，这么多年呢，我想很多人他是应该比较容易放弃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反而那个天水他在狱中这么长时间呢，他变成了一个更加坚强的、更加聪明、更加睿智的这样的一个人。通过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他对整个中国社会就产生了更深层的了解。比如说，他也为那个中国社会当中的很多的问题啊，他有这种思考。像在这个2005年的2月5号啊，他给我的一个电邮啊，他给我的一个电邮，我刚才呢我还特意就是打印出来了。他在电邮当中呢啊，特别讲到就是中国现在呢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状况，那么包括反对派运动是如何能够这个保持生长。那么还有包括当地的这个政府的这种腐败，实际上呢，就是整个这个官员，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社会制度造成的，而不是个别的官员的问题，等等等等。他就说那个时候，你看2005年啊，他已经讲，他说这个腐败的普遍是已经到了无所不在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呢，整个的这个司法，所有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机构呢，实际上都是一体化的。那么他呢，其实对这个整个中国社会的这种认识和了解，应该说呢，一个是来自于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智慧，来自于他对中国社会的这样的投入，他自己呢一直在身体力行的在从事推动中国社会这个民主转型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而且呢，像他在90年，他敢于出来阻挡。我想朋友们应该可以想象啊，在大屠杀刚刚过的时候，他敢于出来阻挡。那么呢，我经常就是这么想啊。假设是在1989年六四的这个大屠杀之后，如果说中国有一批人，如果有一批足够多的人能够在这个时候站出来阻挡，可能呢，中国社会的这个转型在那个时候就完成。因为事实这说明杨天水先生是非常这个有担当的，非常有责任感的，非非常，常有担当。他也非常有胆识，我们可以这样说。是的，您刚才提到这个2004年，圣诞节的时候，这个杨天水先生，这个被捕，我们在网上看到呢，也有人提到这个杨天水先生他是这个基督徒，中共是不是故意？知道他是基督徒，借助于这个圣诞节来制造恐怖氛围，来羞辱杨天水先生呢？你这个对网友的这个判断，是有什么看法？我呢，在这之前啊，我还真是没有从这个角度想。
但是您这么说的话呢，我倒是想，确实是有这个可能，因为事实上呢，就是中共这样的一个暴政机构，它特别可怕在于说呢，它有无数的人啊，它因为它有财力、有能力、有暴力、有武力，而且呢，它可以笼络，尽可能多的人呢，去帮他们出主意、想办法，所以。就哪怕是哈，中共最高当局没有想到这个角度的话呢，就是下边具体实施的这些人呢，他们也有可能，他用这样的一个办法来对杨天水进行这种精神和心理上的打击。是因为当时呢，我特别意外，为什么要在圣诞夜抓人？因为这个确实非常的有悖常理。所以那天我就是在那个我的那个就是电脑前面，我就是写下了这句话，我说这个共产党不过圣诞节。是会在这种圣诞夜的时候抓人。那么您今天这么讲的话呢，我还真是恍然大悟。因为我在想，因为你刚才提到杨天水先生曾经提到过这个这个10月1号是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灾难，对不对？那么也就是是。说，如果说10月1号是中共的这个建政之日，他的这个纪念日，那么因为杨天水先生他是个基督徒，所以说中共他的这个爪牙就会用那个圣诞节来回敬杨天水先生，可能有这么一个，是，您我完全认同您说的这个角度，是的，还有呢，你刚才提到这个杨天水先生，他有不少的这个论著，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他的这个这些论著有没有出版过？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今天，也就是这个美东时间2017年11月17号，我们国内还有另外一位著名的那个基督徒，也是维权人士，就是王炳章先生，他在狱中写的书呢，在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 DC。这个圣经博物馆今天是第一天开馆日，这个与观众与这个参馆的这个人员呢，这本书今天是面世了啊。这个是王炳章先生他要求的，就是一定要选择这个在 DC 的圣经博物馆开馆日让这本书面世。我就想问一下，杨天水先生的这些文字有没有铸成书？如果铸成书的话，能不能也这个放到圣经博物馆里面？您说的都非常好啊。据我所知呢，可能到现在他并没有书，为什么呢？因为您可以想想看，在90年代前，在80年代之前呢，那个时候应该说呢，中国社会也是那么样的一个状况啊，就是呢，这个自由出版的这个机会是很少的。他从90年他就入狱，到2000年被放出来，到2004年再次被抓，他的这个获得自由的时间非常短。但是呢，他就是即便是这么短的时间呢，他还是写了很多文章。那么我倒是想啊，那个当时呢，我在2003年的时候呢，我跟他呢，就我当时我写的一篇文章叫《中国国家恐怖主义》，后来我把这个名字改为是《中共国家恐怖主义》。他看了之后呢，他特别的振奋，他就跟我商量，他说呢，我这应该出一个单行本儿。后来我们两个人就这个议题呢做过一些探讨。那么他就说："哎呀，他说如果我能够这个出国的话，那么我呢可以跟你一起就是完成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论述。后来呢，他是说不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啊，就是两个人异地开始这个做这种写作。但是我自己一个是呢，就是反正是一直在忙这个民运啊，忙这些事情。那么他呢也一直是。"在那种就是基本上来说是非常不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啊，虽然在2000年到2004年呢，他是出狱，但是呢一直是被跟踪骚扰，然后中间呢被威胁胁迫等等就没停过。等到2004年，他就是再次入狱了，所以倒是应该呢，我想呢一定会啊，就是把他呢现有的这些文章和他的。现在的这个，比如说他还包括他的那个，在这个法庭上的答辩啊等等啊，起码应该是汇编成册，能够给他出本书，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杨天水先生入狱22年，并且呢被判了个颠覆国家政权罪。您对这个杨先生比较了解，您谈一谈这个杨先生，您认为这个罪名他是不是有意的加害于一些这个，比如说良心犯、民运人士？这个杨先生他是不是颠覆了政权，还是颠覆了国家？如果没有颠覆的话，
那么这个罪名，那就是这个欲加之罪啊，何患无辞，是这么一种情形。我想请你谈一谈。首先呢，就是杨天水先生他追求的是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而这一诉求当然是正确的。那么追求这个宪政民主转型呢，当然是这个要希望能够更换制度，改变政府。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想中共他们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给他判罪的时候，这些所谓的指控是完全不能成立的。那么我呢也知道他的那个就是判罪啊，比如说他当时呢是对他的指控是一共有四项，一个是呢说他是参加了天鹅绒行动，这个天鹅绒行动呢当时是在海外的一批民运朋友发起的，是主要是想那个根据这种海外的天鹅绒这个运动 OK 对，那么事实上呢，这件事情呢就是杨天水先生他并没有参与，因为是海外的朋友发起之后呢就把他列入了名单，在这个庭上律师也对这个事情做了说明。那么另外的一个指控呢就是说他发表了很多这个批评政府的文章，所以说呢在批评政府的文章这当中呢当然是他的言论自由，对吧？这一点呢也是在中国的这个宪法当中明文写的，是人民的这个权利。那么这一项肯定是不能够作为是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的这个罪行来定罪的，也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对呀、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说他参加了赵子阳治丧委员会，是成为这个荣誉委员，而这一项呢就是在他这个指控当中说，2005年1月杨天水接受境外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盛雪等人的邀请，担任由盛雪等人发起的赵子阳治丧委员会的荣誉委员。那么这件事情呢是我跟他联系过，我跟他联系呢得到了他的这个承诺，那么愿意加入这个治丧委员会。可是赵子阳治丧委员会跟颠覆国家政权没有任何关系，对吧？他只是表达了就是杨天水先生对于赵子阳先生的一种尊敬的心情，一种悼念的心情，也无关任何其他的事情。所以呢把这件事情也列为对他的一个指控，这是非常非常可笑的。那么再有一个指控呢就是也是跟我有关系的，就是说他呢是接受海外的资金。这个起诉书当中说，2005年2月杨天水接受境外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盛雪等人的资金500欧元，同年12月接受澳大利亚孙立勇的资金500欧元澳元，所接受的资金部分用于资助曾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的王文江等人及其亲属等等的。这个呢他接受资助也不能够成为去指控他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任何的这个依据。而且呢当时是因为他是被你看这个资助呢是在2005年2月份嘛，他2004年12月份被抓，所以说呢我们才在海外给他找律师费。所以在他的这个判罪当中呢把这个也列入一条他的罪行，这是非常没有逻辑没有道理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是指他呢阻挡，说他是在2005年4月份说他呢是这个遵循敌对组织中国民主党的纲领，那么秘密组建中国民主党苏皖分部筹备组。在这一点上呢是在这个庭审的过程当中啊，当然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杨天水他特别讲到他要保证他要保持自己最后的尊严，所以呢他不回答，就是当局不回答这个审判的法官和那个检察官的任何问题，他只回答自己律师的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他已经是完全否认了他并没有从事这个活动。那么由这几点来说呢，就是当局对他的这个指控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也就是说要给他罗织罪名。虽然说他去要求宪政民主的转型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呢他就即便是这样他的行为当中并没有去实施所谓的这个当局能够去给他定罪的这种什么颠覆国家政权，从任何一个层面上来说对杨天水都是一种冤判。但是假如说呢从当局对杨天水的了解上，我想他们是
非常的处心积虑的判了杨天水，他们知道杨天水对于这个政权的危害是真正的危害，就是他的这种思想的高度、他的坚强、他的理念、他的行动、他的能力、他的整体，实际上呢，真的是对中共这样的一个政权是构成了一个长久的危害。所以说呢，中共是一定要想尽办法要把他放到监狱里边去。这也就是说呢，会对他判处这么长的这个刑期。你想，他从90年到2000年已经服刑了10年了，那么在2005年再判的时候，又判了他12年。一个成年人，除去了这个儿童期啊、青少年期，再除去了老年，那么呢，你在这个青年和壮年的时期，一共才有多少年呀、啊？对吧？那么在他即将出狱啊，即将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就即将出狱的时候，他是罹患脑瘤病重，才被要求从监狱里边接出来，而从监狱里接出来几个月，他就已经离世了。我们看到这个，网友有很多网友说，这个杨天水先生是继这个彭明先生、刘晓波先生这个之后，今年呢被这个中共设计谋杀的第三位这个良心犯或者叫政治犯。您认为中共是否一直在处心积虑的这个谋杀良心犯，或者说他是否有一个谋杀良心犯的这个传统？那么这种谋杀还会继续吗？我觉得呢，至少啊，在这10年来，那个整个的这个形势呢，变得非常的恶化。如果说在90年代，中共可能还不敢有这样的一个阴谋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可能会怕有，比如说某一个良心犯死在狱中，或者是被迫害，然后消息传出去呢，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会受到这个海外舆论的这个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谴责会受到国际社会对他们的这种抵制，那么现在他们不怕这些了，所以说呢，他们现在我相信他确实是有这样的阴谋的，就是把那些他们认为非常坚定的、非常的这个执着的要追求宪政民主的，那么特别是勇敢的、有头脑的、有能力的这些人呢，是不想让这些人再继续在社会上发生影响。那么呢，也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啊，90年代呢，比如说当这个美国总统访华的时候，那么可以呢向中共提出一些人权诉求啊。这个时候的人权诉求呢，多半是要求中共能够，比如说释放某一个良心犯、某一个政治犯。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是会得到中共那边的一个就是放低姿态的这样的一个回应。你比如说像那个。王丹先生啊，像魏京生先生啊，很多这样的良心犯、政治犯呢，是通过就是美国向这个中国施压啊，通过国际社会向中国施压，而在一些重大的这个，比如说一些事件当中啊，当中共他需要国际社会配合他，或者是给予他某个机会的时候，他呢会放这些人。那么在2008年，这个中共举办完了。北京奥运会之后呢，这样的情况就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中间插一句哈，我就说我拼命的在抵制奥运。我说呢，这个奥运如果让共产党这么办了的话呢，中共绝对不会加强这个改善人权，绝对不会从此进行制度转型，它只能会更加的残暴，更加的腐败，而且它会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多的话语权，因为它觉得它可以用这样的一种姿态、这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一个专制制度、这样的一个。形势就直接进入了国际社会的行列。那么呢，在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也看到了。所以说呢，在这10年啊，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真的是越来越恶化。那这几年，像今年以来，像您说的这一年当中啊，像那个彭明，我也绝对相信彭明他是被害死的。就哪怕不是在他去世的那一天，中共使用了什么手段，那么在他这个在狱中长期的呢，中共可以用。这种慢性的手段去对他进行残害，就像现在杨天水。所以说，接下来呢，还有更加令人这个担忧的局面啊，我们真的是要这个所有的人都要投入去想一想。现在又传出来那个黄奇又在狱中病重，那么呢，还有像王敏章先生啊，也在狱中服无期徒刑。所以这个局面如何才能够改变？那个这两天呢，我刚刚跟一个朋友啊做一个视频，就是关于这个
习近平是不是能够华丽转身，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华丽转身？那我呢，是完全不信任习近平的。我认为他根本就不具有现代民主社会的任何素质，他根本就不具有这样的一种思维。所以说呢，就是跟我对谈的朋友特别提出啊，说如果我们这个中国社会，像刘晓波这样的人，能够有这个上千个刘晓波，那么呢，中国社会的这个转型一定会到来。我呢也在想，实际上，比如说像杨天水这样的人啊，他是一个非常的大无畏的人。那么，特别是呢，我看到呢，就是在这个他第二次被抓入狱，在那个庭审之前，律师去见他的时候，他说道啊，他说，我这次写了十一，就是写的这个十一国庆啊，十一是中华民主的灾难日这篇文章触怒了他们，抓我坐牢是符合他们的行为逻辑的，坐牢是我们这一代异议人士的宿命，如果没有人坐牢，怎么会有历史的进步呢？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符合他的想法，因为我跟他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感觉到他特别乐观，而且特别坚强，特别平静。当他去回首他自己曾经的牢狱生涯的时候呢，他几乎没有抱怨。那么他可以说，如果没有人坐牢，我们怎么会有历史的进步？他自己实践了他自己的诺言，他自己真的是把牢底坐穿了。而且呢，我后来看他那个。他的律师啊，再去给他这个出庭作证，然后呢，在他的那个庭审之后呢，写过几句话，我看了特别的感慨啊。他的那个律师是那个李建强，他说：“我们看着被告席上这个平静的艺人，看着他伸出的带着镣铐的渴望的手，就像是看到残酷的历史本身，在明天的朝阳升起之前。”他将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代价，再次沉入黑暗的牢底。从2005年，杨天水确实是再次沉到了牢底，而且呢，从2005年之后，中国社会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社会变化实际上是在恶化。虽然说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啊会觉得中国社会，比以前更富裕了啊，更热闹了，吃喝玩乐都有了，而且呢，很多人只要你不碰这个中共的红线，你只要不关心政治，你只要不去阻挡，你只要不发表这个反共言论，你只要什么只要什么，那么你可以活得很好，你可以比以前有更多的自由度啊，你可以吃喝玩乐嫖赌什么都可以了。那么呢，实际上在这些年当中，真的是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期。那您刚我才们。提到，对，您刚您才提说。到这个90年代中共对这个国际舆论，这个还有所顾忌。顾忌。那么再往后，也就是说从05年、08年，尤其是这个最近几年，越来越无所顾忌。您认为造成中共这种原来对国际舆论有所顾忌，到现在转变成基本上无所顾忌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有所顾忌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是呢，其实这个中共打开国门之后呢，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个冲击，当然是非常大的啊。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这样那个80年代中期，应该说呢，确实有过一段时间呢是比较好的势头，整个的这种社会层面的这个整个的结构啊，言论的控制啊，人的这个行为方面的这种自由度啊，是比以前要好得多了。但是呢，在这个八九中共开枪杀人之后呢，他就要力图把自己的这个政权稳固住，而这个时候呢，又有了这个整个东欧共产集团的先后的垮台。那么这个垮台呢，没有能够引起中国政权的这个变化，反而使中共从中呢学到了很多的教训，就是绝不能给这个社会上任何的空间、任何的口子。所以他后来呢所做的一切是真的可以说是叫做严防死堵。那么任何在政治上、在这个言论上出现的裂缝，他会立刻进行修补。那当然，同时呢，最重要的是，我呢在这些年啊，我特别在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我们呢要去看待中国问题，必须要
认真去对待的，就是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这样的一个大国，这个人口的数字呢，对于中共来说，就是它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一个资源的来源。这个人数呢，是没有自由、没有人权、没有保障、没有福利的。那么呢，这些人的比如说这些人的财富、这些人的私人财富，也成为中共从中去掠夺的一个像一个仓库一样。所以我们后来所看到的，比如中共的这个几大改革，它的医改、教改、房改，全部是从民间呢再一次掠夺财富。而且现在的这个什么强占土地、强拆房屋等等等等，包括强抢私人这个企业家的企业，都不断的成为中共从人民身上掠夺财富资源的手段。而掠夺来的财富呢，就用于了他如何去加强他的这样的一个专制暴政的统治，如何的去控制人民收买。他的收买呢，特别的可怕在于说呢，他知道从哪个层面去收买对他来说是最有效力的，他从这些能够发挥社会影响力的这些人身上，包括知识层面、知识人的层面，我不愿意用知识分子啊，因为知识分子呢，并不代表那些跟官方合作的那些人，并不是说有知识就是知识分子。那么呢，当这些有话语权的人成为中共的传声筒的时候，这个社会呢，是已经看不到中国的真相了。所以呢，中共实际上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也在国际社会不断的去拓展它的影响力，加强它的话语权。所以现在呢，它就算是做什么，国际社会几乎拿它没什么办法。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它当然就可以让它自己的这种罪恶的行径就说畅行无阻。所以今天这是我们所遇到的一个最严峻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嗯，那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您2006年在这个加拿大国会关于杨天水先生的这个案件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听证会啊，有一个听证会。那我想这个，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2006年你在这个加拿大国会就杨天水先生案件这个听证会的这个内容都做了哪些听证，讲什么内容呢？对，我刚才呢，因为我也刚好就是想起来这个啊，就是我当时呢。2006年的11月21号，在加拿大国会的人权委员会上做听证的时候呢，我呢特别是就是讲了施涛、张林和杨天水的案子，来说明当时中国的这个整个的人权状况是完全不容乐观的。因为呢，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啊，特别是在90年代初期，当这个8964这个六四屠杀刚过呢，国际社会对中国是有一个时期的这种抵制和制裁的。但是呢，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这些国家就纷纷的放弃了这种抵制的这个做法，而改为用叫做人权对话代替人权对抗。那么加拿大呢，也是在1996年开始呢，从原来对中国的这样的一种批评和抵制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就转为跟中国进行人权交流，特别是帮着中国什么培训法官啊、培训律师啊，然后给中国呢好多这种无偿贷款啊，去帮助中国呢进行这种社会基础建设呀、还有什么这个解决在这个城市的这种农村的这种农民工的这个什么看病问题啊，就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2006年，就是我为什么会去出席这个人权听证会，因为在2006年的这个2月份呢，加拿大保守党上台执政，那自由党下台，所以呢，我就当时呢主要是向那个国会提出来，我非常的反对中国就是加拿大跟中共之间进行这种所谓的官方的闭门的没有任何这种追踪能力的这种人权对话，而让中共呢可以利用跟西方社会的这种所谓的人权对话来遮盖他的真正的这种人权迫害的罪行。因为呢，西方政府会觉得你看中国的态度多好呀，来跟我们对话呀，每一年啊派一个代表团来谈，然后呢念一个写好的报告。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人权听证会呢是针对于这个议题举行的。当时呢是由这个杰森·凯尼部长他主持的。那么我当中呢特别是讲到，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是我反对这种人权对话，如果是加拿大政府要跟中国继续进行人权对话，那么一必须是公开的，
那么第二呢，必须要邀请我们，就是我们这些呢关注中国的人权民主发展的这些组织，非政府组织，这是民运组织参与。那么第三呢，必须有能力去追踪中国当局所承诺的，比如说一些人权案件，那我们提出来了，比如说王炳章先生的案件，我们提出来要保证他的什么权利，要怎么样，那么呢，应该能够有能力去追踪，而不是每一次提出来了就完了这个事情。所以后来呢，这个当然就两国之间的这个官方闭门的这种人权对话就停了。那么这一次呢，我就是拿这个施涛、张林和那个杨天水这个三个个案来做的这个说明。那么听说杨天水先生在这个病重期间，就是这一次这个政府不得不把他释放出来，所谓的这个到外面去就医，病重期间，他的这个家人都不敢接受这个访谈。您了解他家人受到这个，比如说受到恐吓的一些内情吗？包括不敢接受访谈。我还听说好像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对杨天水先生那个治病的这个资助也不敢接受，您想请你那个谈一谈。是那个，其实杨天水呢，因为他在出狱之前呢，我们就跟他的家人，还有中间的朋友是一直有联系。那么在他这一次呢，是被这个医院接出，从那个家里人被把他从医院接出来之后，我们就马上跟他的家里人联系啊。那么开始呢，他家里人呢也一直在介绍他的这个病情，在更新他的病情。那么我们这边呢，因为有一个叫这个石原人道援助基金。这是我在2004年年底那个圣诞夜，就是那个圣诞夜建立的。那当时建立这个人道捐助的行动呢，实际上是为这个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和徐伟是为他们四个人建立的。那么后来呢，就扩展到这个救助很多其他的政治犯和良心犯。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行动呢，你看还在这个2017年8月30号啊，我们呢还这个这个行动的。这个理事会啊，还有一些那个热心的朋友，在多伦多的一个华人的一个 shopping mall 门口，还那个就发这个单张啊，发这个单张呢，就希望大家关注，希望大家关注呢，能够给他们家提供捐助啊等等的。后来再跟他家联系呢，他家就说，哦，那现在呢，杨天水暂时不需要捐助了，这个什么情况等一等再看吧。但是我们知道他在医院里边。他中国的这种医院，他是这么重的病，那么我想呢，无论如何肯定是需要很多钱的。而且后来也听说呢，他的亲人，他的姐姐也卖了房子，可是呢，他们显然是受到了当局的压力，就是不敢再接受捐款。而这个情况呢，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情况，因为我从90年代初期啊，我从一到加拿大，我是89年的8月份到加拿大多伦多的。我是个人呢，是从91年春就开始给国内的良心犯、政治犯捐款。后来呢，是在这个方正先生出国之后哈，他到了那个美国的这个加州。那么呢，他有一次他特别提到，他说，在这个他的双腿被坦克碾断了之后，他是在这个6.4期间啊，在那个6月4号凌晨，在长安街上，他的双腿被坦克碾断的。那么他说呢，他这个坦克碾断了他双腿之后呢。他这个接到的第二份捐款是我的，所以说呢，常年呢我都是在做这个人道救助，一直都还比较顺利。就是说呢，中共他并不去勒截他这些人捐助，他可能也觉得呢，反正这些人有你们这些海外的人去给他们一些必要的这种这个资助啊，他们可以在监狱里头活下去或怎么样。总之呢。我们的绝大多数的捐款都是对方能够收到的，有个别的收不到。比如说像那个六四的捐款啊，是有没有收到的时候。还有呢，那个黄奇先生第一次被抓的时候，好像也是2005年、06年吧，就是黄奇先生第一次被抓的时候，他一被抓呢，我是给他太太汇了点钱，结果呢，那笔钱他太太是一直没有收到。那么现在这个就等于说呢，这些。良心犯、政治犯的家人连捐助都不敢收了，连捐助都不敢接受的情况下，那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中共的这个阴谋就非常的明显，就是要逼死这些人，就是要让这些人的处境就是处于完全孤立无援、完全困顿，就是完全没有生路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呢，
他其实就是杨天水，他虽然出狱了，那么他的家人呢，受到了这么多的这种压力啊，跟这样的一种威胁呢，其实也还是再一次说明了这个问题。那么杨天水先生在病逝以后，我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举行了这个杨天水先生的这个追思会，比如说像香港、澳洲啊、美洲啊等很多地方。那我想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这些追思会，它是怎么组织的，就是怎么举办的，是由哪些组织的这个追思会呢？杨天水先生的追思会的主办者呢，肯定是世界各地的女人士啊，因为在过去的这个将近30年当中呢，就这一类的事件，基本上来说呢，这个主办者都是在海外的这些关注中国命运的、关注中国前途的，就这样的一个群体在做。那么呢，像杨天水先生，因为他自己本人又是一个基督徒啊，所以说呢，像那个在美国加州的这个追思会呢，是会在这个教会去办。那么呢，当然也有很多热心善良的这些基督徒会参与。那我也看到那个像那个主体呢，其实也还都是就是在推动中国的这个整个民主进程的这批热心的朋友在做。海外的这些活动啊，就是多年以来呢，其实特别的忙。那么最近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网络上因为现在特别活跃，像在这个推特呀、脸书啊、在微信啊等等呢，那么这几年呢，这是一个新的现象。这种活跃呢，很多人对民运就是提出了很多的批评、质疑，甚至一些这个指责啊，非常的多。那么我有的时候想呢，其实共产党非常的聪明啊，他从89之后呢，他整个对于这个反对派的这个阵营啊，对于这个海外的反对派运动、民主运动，他基本上就是采取了一个消音的政策，就是呢，我不但不会从正面的去报道你，不让你的任何信息呢进入国内，我呢也不去批判你。我也不去这个去这个叫什么去这个攻击你，就让你完全从人们的视野当中消失，就让你呢完全从这个中国老百姓的这种所能够的知道的这个事情这个领域当中的完全消失。那么他在一定程度上呢确实是做到了，就是应该说在中国呢是极小极小的一部分人，他们自己本人可能是真正的在投身于这场运动的人呢。才能够就是跟海外有这样的一种联系、互动、交往，那么呢，才知道这个海外的这个群体在这么长时间当中呢都做了什么。那么，绝大多数的人呢，真的是没有机会知道。所以说，当他们突然能够有翻墙的能力啊，突然能够到互联网上来的时候呢，而这个时候呢，又恰恰是中共的这种这个人权迫害又特别的残酷。有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局势呢，又进入了一个更加冷峻的时期的时候，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呢，特别失望。比如说，在这个709事件发生之后，那么确实是让很多人呢感到非常的绝望，因为不仅仅是对这些人权的这个从事者啊，而是对这种律师是这种人权受迫害者跟法律之间的一个桥梁，连这个桥梁都打断了。那么呢？让很多人确实会觉得非常的无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人觉得啊，那你们民运这么多年都干了什么了啊？你们干了半天都没有把这个中共推翻是吧？可是我们今天看一看，你说那个杨天水，你看他这个当中呢啊，他说呢，这个是这个律师在跟他见面之后啊写的一个。回顾啊，在这个回顾当中呢，特别他这个是杨天水案的前期啊，庭前幕后啊，他讲到杨天水很平和的跟我们分析案情，他对律师说，他知道是有人出卖了他而被捕的，但是呢，他并不以为然，他微笑着说，自己也包括很多艺人士都是当局的网中之鱼，什么时候收网？取决于当权者的意志和需要。杨天水对整个形势呢，他看得非常的透，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在哪里。所以我们呢，就是说，事实上呢，像杨天水这样的人啊，他如果说
他知道自己的这种危险的话，他如果做出让步，做出妥协，他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普通人，到今天呢他还活在世上。但是杨天水他选择了另外一条道，他选择了跟这个政权一直对抗到底，用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坚强的意志，用他的智慧，用他的爱，用他的一种对人类的大爱，来做了这样的一次拼搏。所以我想呢，杨天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杨天水给我们留下了很丰厚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遗产，他的智慧，他的慈悲，他的善良，他的追求，他的不屈不挠，他用自己的生命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东西？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如果你不做王炳章，你可能是刘晓波；如果你不做刘晓波，你可能是彭明；如果你不做彭明，你可能是明经国；如果你明经国也不是，你可能是雷洋或者是魏则西。今天的中国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所以说呢，如果你选择做杨天水、做刘晓波、做王炳章、做彭明，其实这个社会才有希望，才不会再发生像雷洋、魏则西那样的惨案。嗯，你刚才提到这个，有这么多这个意见人士或者是良心犯，他们或者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啊，遭受到这个很多的这个遭遇啊。我的表述可能不准确，就是说有很多人已经这个去世了。那么您还刚才提到呢，那个比如说这个海外民运啊，被中共这个长期以来消音，那么以及呢，最近我们就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杨天水先生，一些良心犯被中共一个一个的这个处理掉，您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它可以引起更多的民主运动，但是呢，我在网上看到，中共这样长期以来成功的消音，以及呢在国内制造这个恐怖氛围，这个谋杀良心犯，它有可能会让这个民主运动处于低潮。不知道你怎么评价网友的这种观点？是，实际上呢，现在你说民主运动低潮啊，应该说呢，从八九之后，就一直基本上是低潮，因为呢，只有当我们占上风的时候，才是高潮。对吧？那么这个时期呢一直没有到来，可是呢低潮能低到什么程度呢？我想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要是绝大多数的人已经是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所处的环境，那么呢结局会是什么？这个时候呢必须大家要能够有一个共识，能够真的行动起来，能够迫使当局就是做出让步的时候，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呢是当局他掌握着所有的一切啊，尤其是呢，其实像中共这样的暴政呢，它非常特别，它就是呢，既用谎言，又用暴力，又用垄断来控制着整个社会。那么它这样一个连环的这样的手段使用起来呢，确实说，反力量就是很难成长，你几乎就是没有，就是连个夹缝都没有。可是呢，当这个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已经看清了这样的一个性质，看清了这个局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发生的很多很多的这种暴力事件，很多的这样的悲剧事件，并不是针对异议人士的，并不是针对政治反对派的，是吧？什么样的人都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没有公平、没有保障、没有安全的社会当中成为一个牺牲品啊。而且呢，当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生存环境完全被败坏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已经是成为牺牲品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说在揭露真相的过程中，让越来越多的人呢意识到自己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站在悬崖边上跳舞的这么一个真实的环境的时候呢，那么也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全民崛起的这样的一种变化。而这个变化到来的时候，应该呢就是一切的这个转折点到来的时候，那么中共专制暴政自己也在裂变，他自己也有着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内斗分裂，也有彼此的尔虞我诈，
那么呢，他们在这个利益和这个力量不均衡的时候呢，也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这种倾斜。那么，也许这样的时刻呢，汇总到一体的时候，就是整个中国社会一个真正的这种民主变革到来的时候。你刚才那个总结，我觉得实际上是这个从那个杨天水先生他去世之后，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给我们中国留下了什么的一种这个思考？是的，那么这其实种，从那OK。郭先生，我就在强调这一点。那么接下来，杨天水先生也是这么悲惨的走了。所以说呢，他们能够留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重大的启示。那么您所总结的这个启示，就是说，自由民权运动它有可能处于一个短暂的这个静默期，然后呢，人们逐渐的认识到真相以后，它有可能会这个进一步勃发，然后呢，把这个力量总结在一起，有可能是不是在一夜之间，就会出现那个像，前苏联包括东欧的一些这个国家的这个巨变。是，就是人们呢要去追求真相，要放弃幻想，要行动起来，要形成共识，要呢真正的认识到，只有民主制度，只有自由，只有人权可以给我们带来平安和保障。你总结得非常好。那个，因为时间关系呢，我觉得实际上我不忍心打断这个您，继续对您这个进行这个访谈，因为我们的这个排档问题啊，所以说我只好暂时的这个将对您的这个访谈告一个段落。我相信呢，很多网友还是意犹未尽，请您呢这个给我们的这个民进火拍的网友，说声再见，打个招呼。好，谢谢民进火拍网友，非常感谢你们在线，跟我们一起呢，能够缅怀杨天水先生，谢谢大家。再一次对这个盛雪女士，接受我们的访谈，她那个杨天水先生的遭遇以及启示，表示感谢。好，我们民进火拍的这个网友非常感谢大家对这个杨天水先生的关注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呢收看我们这一期对这个盛雪女士的这个访谈谈杨天水先生的遭遇以及呢对未来中国自由民权运动的这个启发。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个关注，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暂时到这里，再见，您也行，好，谢谢。非常感谢。